欢迎光临，这是马雅克夫斯基公园的晚上之旅。我叫葛依林。我叫伊琳娜，现在我们给你介绍马雅克夫斯基公园里的，请问怎么称呼你？我叫向贤。向贤，请问你对马雅克夫斯基公园了解多少？我听说马雅克夫斯基公园是叶卡捷琳堡最大的公园。公园建于1933年，是古代传统游园会的地方。刚开始，它叫斯维尔的罗夫斯克中心公园。建筑师的愿望是要把它建成乌拉尔最重要的公园，就像莫斯科高尔基公园一样。在最初的10到12年间，公园只是叶卡市内的一个户外休闲区。公园中央有一座小池塘，还有一个夏季舞台和3座游乐设施。1936年，公园里建了一家电影院。在1943年，公园的一部分被用作乌拉尔支援坦克部队及供应的训练场，应该因参加了一场西部的战争。为了纪念坦克营的英雄们，在1995年，公园的纪念广场上出席了一场英雄革命。在上个世纪50年代，这里成为全俄罗斯的主要公园。1960年，公园内修建了一条著名的儿童铁路，铁路以奥斯特洛夫斯基命名，叫小型斯维尔的洛夫斯克铁路。从那时开始，公园就建立了很多不同的游乐场所，比如俄罗斯作家姚苏的文学长廊、富国小道、先生之路、动物园、高工绳索毛克里里县公园、恐龙公园、失落的世界、灯光音乐喷泉星座，还有运动场和游乐场，比如彩蛋设计等。我还听说有很多不同的游乐活动。现在公园仍然是叶卡捷琳堡市内最主要公园的之一，每年有超过250万的游客到公园游玩。公园里也生活着许多小动物，还生长着很多不同种类的树木。如果我在公园散步，肚子突然饿了该怎么办？公园还有美食广场，你可以品尝到各种菜肴，可以选择海鲜、格鲁吉亚菜、比萨、热狗，甚至鹿肉汉堡。在美食广场参观老板酒吧、烹饪大师班，一年四季游客都可以买到爆米花、棉花糖和冷热饮品。公园里有没有不寻常的游乐设施？有啊，刚才也提到公园里有一条儿童铁路，是1950年夏天开始跑火车的，铁路长度有2.5公里。目前儿童铁路有5个火车头、2个蒸汽火车头和11节车厢。铁路由儿童提供服务，每年有700名儿童接受培训，培训课程为期3至3.5年。经过培训，儿童可以获得20种铁路职业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火车司机。我听说叶卡大部分的庆祝活动都在这个公园里举行，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在这里举办了很多庆祝活动，
我来告诉你其中的一些活动。每年冬天公园门口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溜冰场。今年溜冰场的面积比平时大三倍。如果你没有溜冰鞋，可以在那里租用鞋子。在冬季，公园里有许多咖啡馆，你可以买到水果、披萨、焦糖苹果、是巧克力、是葡萄酒、茶、咖啡。公园中央设置了一棵高大的圣诞树，公园还有一个非常高的雪滑梯，高度为13米。在除夕公园里会举行烟花表演。下一个在公园里庆祝的诞辰节日是蟹肉节，这是我最喜欢的节日之一。蟹肉节是俄罗斯最悠久，也是最令人满意的传统节日，整整持续一个星期，在公园里举行大型游乐活动。像游客可以免费的煎饼，成人和儿童玩各种节日游戏，最后根据传统把一个稻草人烧焦了，迎接春节的到来。你觉得马雅克夫斯基公园怎么样？对我来说，马雅克夫斯基公园是叶卡捷琳堡是最喜欢的地方。我第一次和中国朋友一起来这里，我的中国朋友会说一点俄语，但他们邀请其他朋友一起来，他们的朋友只会说汉语。我试图用中文向他们介绍俄罗斯节日蟹肉节，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蟹肉节，妻子尝试煎饼，看到俄罗斯传统游戏。那一天大家的心情都非常好，我和中国朋友练习了汉语，也觉得很开心。现在虽然我的朋友回到中国了，但我们经常记得那一天。公园还有其他有趣而独特的节日吗？有，萨班图节是一个富有巴圣节儿族和达达族特色的节日。这个节日一般在六月中旬举行。这一天在公园里可以了解到达达和巴圣节儿的文化、生活习俗和传统饮食的方式。以前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春季耕作的开始，但现在是为了庆祝春季耕作的结束。在这公园，我也有很多愉快的回忆。2年前，我在这里参加一个节日活动，遇到了我的灵魂伴侣。从那时起，我们经常一起在这个公园散步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公园散步，警察拦住了我们，检查了我们的文件和物品。这说明这个公园的治安挺好，游客在这里总是安全的。哇，这很有趣，现在我一定要去公园亲眼看看。非常感谢您为我带来如此精彩的晚上主流。